今年小志工金藏演艺多达600位小朋友一同来参与，他们发愿要当个小小传法者，带领大家走入金藏。这一念清净纯心是最真诚的祝福，将上达天听，为天下天灾人祸而祈祷。9月13号起，邀请大家一起来收看小志工金藏演艺，法入心，法入行。